来到现在呢，能够互补有无，在文化上的交流可以说是能够把眼界来提升，也能够把这艺术文化跟真善美的境界互相能够互融。只有用这文化，它才能够去净化人心，然后使我们这一个人与人之间能更为和谐。这次有三个展区，第一个展区叫介石厅，那介石厅主要是以这一个两岸15家每一个教授提供一件作品，来看看这两岸画家的一个差异性。那再来就是有方楚雄教授的一个个展，这是在这介石厅。那在于这瑞元厅呢，是由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同时也是广东中国画学会的会长陈永锵呢，那他画这种岭南画派跟我们台湾所学习的岭南画派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借鉴的呢？这是陈永锵的画展，在这瑞元厅。那再来美林艺廊更多彩多姿更丰富了，因为它集结了这岭南的各阶层的名家大家在这美林艺廊展出，同时我们台湾的15位名家也有在美林艺廊。那事实上我们这次的展览不仅是在中正纪念堂三个展厅，在台湾艺术大学的这地下室有大观艺廊跟真善美艺廊，同时也是由我们台湾的15家在配合大陆的15家，还有这岭南风范等等。所以呢，如果有这机缘能够来去看到这次的展览跟这次的一个画展呢，我相信也是可以让我们来大开眼界。所以这个活动呢，确实一个高水准高水平的一个档次很高的一个高峰会。那么两岸绘画确实是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那么共同的它就是属于水墨画，我们过去叫国画。那么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两岸这个绘画风格呀还是有差异的。差异主要是就我的眼光来看，属于南北差异，就是北方人的绘画呢画得比较雄强一些，南方绘画呢画得柔美一些。但是两岸的这个绘画这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新的表现手段。这个绘画首先要了解它是视觉艺术，视觉艺术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去看，让人看了以后要振奋。所以我的绘画风格呢是属于大写意一路啊，让人看了以后就是感觉到我精神为之一振。所以我在追求大写意方面，在这方面我是下了很多时间去研究的。我觉得艺术离不开生活，所以我觉得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去发现前人没有发现过的这种美感啊，或者是这种形式啊来表现。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画基本上是传统的艺术，但是我们能不能在当下能够画出有时代性的作品，能够有画出个性的作品，关键是靠我们能不能在用我们的心去看这个当下的这个自然啊，或者是动物啊来表现。这一次我总共有80多件作品，还有很多是巨幅的作品，主要是有以森林题材的，或者是乡村题材的。就说这一次我画面更加充实，更加饱满，更加有现代的这种意识。比如我画一些大的树林啊，大的森林啊，大的松树啊，都一种非常壮阔非常饱满，这种画面的效果很强烈。因为我觉得要给人家一种震撼的一种强烈的视觉效果，一种强震撼力，所以呢我选择了一些就画面比较大的气势来表现花鸟画。这个展览我带了60多张画吧，但我怎么看待花鸟画呢？在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那重要的我不是要为什么承传传统，不是这样，我需要的我要按照艺术的规律，我要自由，我要真诚，在画里都是向世界诉说我内心的爱恋和崇敬。人眼的眼睛就是心灵窗户，我觉得我的画都是我心灵窗户，那里面的花，那么里面的鸟和树都是无言生命，他们不会说什么。我艺术的理念就是歌颂生命，为生命而张扬，张扬生命过程也张扬我，
做一些展览，向台湾同行们想说句话，我爱我们共同的大自然。觉得这个展览，这次的画展值得我们去大家去共同交流的一个好的展览。我呢就是过去在工作的时候呢，创作的时间比较少，所以呢就是在我退休以后，我就搞了一些创作，都是海南岛题材的一些作品。为什么这次会选这个作品？从看到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方面，大家都有一个互相的亲和力，都是表现大自然的一个美。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在大都市，就是很向往是一种森林的幽静，还有一个就是大自然的保护，我们很希望我们以后能有一个美好的环境，一个生存环境，所以一种心内的向往，就画的这两个呢都是表现一种森林大自然的一种美景。我是画水墨人物的，我的题材内容基本上都是当今人物的那种生存状态的东西，所以我就力求画出一种具有当代艺术语言的这样的一种画法，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所追求的。我觉得人物一定要有当今人的那种面貌，画的都是年轻人，因为我觉得年轻人身上他有个当今时代的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我画年轻人还有一个意思，我会在背景上面加一些比较过去时代的背景，然后还有一些老房子啊，类似这样。我觉得这种东西跟年轻人结合在一起，它有一种对比的作用，尤其是我们年轻人应该更加知道我们的过去的历史是怎么样的，就不要出现一个历史的断层，这是我的想法。